那我想要请问哈，今天的座谈会会不会做成会议记录？没人点赞，没人点口粮吗？好，那我再问，为什么既然官员来了，我们就请他来对话哈。请官员说话。好，来，这个为什么请不怕去外的你参加，不用我参加？我们先来，我们先。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嘛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我们以座谈会为主，如果你们要派代表，就请派五位，好不好？请你们先请代表，好不好？进去，好不好？我要代表五位嘛，好不好？今天以主持人为主，太少了，一百人，这是案子，不能进去，没有，座谈会，但是今天这么多人，只派五位，今天以主持人为主，太少了，以主持人为主，全部坐，主力主持人，那可以啊，主持人。来，这土地卓绝，他被放在第二期。没有，他被放在第二期。我们今天办是第一期，但是第二期被第一期的道路贯穿。没有啊，第二期被第一期的道路贯穿。来，这个图，好不好？这个图，这个有关都市计划的问题，目前他还在审议中。好不好？你讲的问题我们知道。那请问你第一期的住宅会办什么意思？请问你第一期我们也要听第一期主语说的意见呢？你说这个第一期，如果大家要不好意思，如果你们要派代表，就请派代表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请你提交跟我们对话哈。我们全部大家回家，回家，下去。我们是不能够的。